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Nicole。 今天这个妆就是参考了 Sonmi 在 Heartburn 里面的妆。首先就用粉橙色去调色下眼圈，跟住就是粉底，先用粉底扫攞少少粉底液，跟住就将粉底扫喺块面度。然后再用一个肉色嘅遮瑕膏去遮好黑眼圈同埋面上面其他嘅瑕疵。之后就是定妆，用粉扑将碎粉印在块面上。然之后就是眉毛，咁今次的眉毛就是有少少弯同埋有少少粗。首先就从中间画去眉尾，眉峰就有少少圆，唔会太明显。跟住就画眉头，另一边嘅眉毛都系一样嘅画法。画好眉毛之后，就用眉刷梳开眉毛。然后就是阴影，先用最浅和中间的颜色去画鼻影，再连接到去眼窝的位置。跟住就混合晒三种颜色去画颧骨和下颚骨的阴影。之后就是眼妆的部分，首先就用一支松散的眼影扫，用浅啡色去将整个眼皮打底。之后再换一支扁一点的眼影扫，用焦糖色扫在双眼皮接，再 blend 到去整个眼窝，跟住都是用这个焦糖色扫在下眼影的部分。之后再换一支细一点的眼影扫，用啡色去加深眼睫毛根部和整个下眼影。再用一支松散的眼影扫去 blend 翻开眼影的边缘。然后就用眼线胶笔去画内眼线。跟住再用液体眼线笔去画外眼线，眼尾那里就不用延长。之后就是夹眼睫毛，同埋搽 mascara。再贴埋假眼睫毛去放大只眼。跟住就用眉扫，用深啡色去加深头先画嘅外眼线，眼尾嗰度就可以向上延长少少。跟住再加深下眼线嘅位置，
跟住再 blend 开眼影嘅边缘，最后就用一个有闪粉嘅啡金色去扫喺卧蚕嘅位置。然后就是胭脂，用一个橙色的胭脂打横扫在面上面和鼻梁的位置。跟住就是唇膏，用一支砖红色的雾面唇膏擦在嘴里。然后就用手指 blend 开它。最后就用一个啡色的眼影，用眉扫最尖的位置，随意咁样点喺块面度嚟画雀斑，咁成个妆就完成啦。记住 subscribe 呢个 channel，comment like 同埋 share 呢条片，咁我哋下条片再见啦，拜拜。